我给你开价，来了，我说给你开价，我怎么失败失败的？是一天开的吧？一天，啊。嗯，要那天那寻思还超级的海龙汉吧？把人吓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快吃那边，吃那边，快上！过来。这法的，你那法的事儿，这逛了几个钟头。哦。走了一天一宿。哦，是吗？这暂时不管那个时间长短了，就找个好吃的就行了。对。硬吗？硬吗？这不说是吧？对。嗯。你看，能弄一桌子菜。看你说的，嗯。说方便，我说。来，过来，一等等。来，你等等来了，我就说俺不好意思来了，你。哪有事儿？算了吧，哥哥，给他递点辣花。啊，你递辣花吧。得不呢，得不呢。你别哭了。你怎么给你有点吃的了？你这么脸看跟你弟弟那俩脸一样吗？你咋了？俺一样，纯天水。你看弟弟吃的多好，你这腿，这是躺好，对，就是。俺没有差不多吗？那一个人演的。这个小弟。那崩嘴啊！俺这一身脸大。那怎么样，没说？你睁开眼，睁开眼，没说？哎呀，睁开眼了，你看看。你俺眼没说话？眼睛不行，给他昨天抱着的。嗯。眼也不行了。啊，你可别撑着他哈，我下来了。他这个手胳膊都血，又睁开眼了。哎呦，我这乖乖，这真漂亮哈！你看眼了，你看。漂不漂亮？漂亮不漂亮？我看着好看。给你笑啥呀？你笑啥都最漂亮。